对，把安全带带好哈。好，好吧，我们出发，去腾冲，去腾冲，我们来了。哥哥再见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啦，拜了，小哥哥，拜拜，出冬瓜。这边呢都是山路，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放心，我开车几十年了。哎，停停停，马上。对对对对，放心，我开车几十年。放心，我开车几十年，走错路了。咱们真开吗？真开呀、啊，你开玩笑呢？真开呀、啊，你开玩笑呢？开玩笑，没跟上。没关系。刚跟什么像？我们就自己开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是在这里当司机好多年了。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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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一点。不行。我一定要表现，我当司机很多年，不用表现。靠这边。我在我们的那个东北话叫胳膊肘弯儿。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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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没事，没事，开得好，你清楚。开吗？刚才没事。你看他紧张。刚才没开车灯，我的天，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开车灯，这个是开大灯。是的，没有开远光灯。对，这个是大灯，打开吧，真的，这里也没有别的车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打不开，他一定要我自己手按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太害怕了。你怕什么呀？我在这里开车几十年了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没有在云南的山路上开过车？你以为呀？我也真的是第一次。啊，真的太危险了，害怕。怕什么呀？我倩倩，我理解你的害怕。慢慢，让等他过去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都要站起来了。你真的，我一直在踩刹车，虽然后排也没有。为什么你们怕什么呀？因为旁边是悬崖。我等一下哈，我听听吧。我在香港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叫蔡孝芬的蔡啊，车手。蔡车手。对了，就是我，你知道我们在那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清楚跟你说，我是蔡孝芬的蔡，不是很菜的菜。对我们认为就是那个菜。很菜，但是我开车真的是，已经后悔来了这个节目，拖延间对吗？对，哎呀，我觉得咱们仨也是过过命的交情了。我们有过命的交情，对我们真的有过命的交情了。对呀对呀对呀，你们是不是特别？从今以后都是生死之交了。已经后悔来了这个节目，拖延间对吗？对，哎呀。我觉得咱们仨也是过过命的交情了。我们有过命的交情。对，我们真的有过命的交情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你们是不是特别？从今以后都是生死之交了。水平有限。兰溪画的这刺球吗？他？我还没有画完。我要画个蓝天。画画真的很疗愈，我很喜欢。哇，这种感觉太好了！我也理解了我儿子。有一种跟那个泼水节的感觉似的。倩倩，这布冻得太厉害了，泼水节有可能是真的。来了，给我一小会儿啊，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我把你的气球画上了一个蓝色翅膀，也蛮好。不是因为蓝天也画不成的，哦，画不了那么高啊。老师说选一种颜色来写。你又是绿又是粉，哎，我就是这样啊，一定要对比色彩很强烈。老师说选一种颜色来写，你又是绿又是粉，哎，我就是这样啊，一定要对比色彩很强烈。来，我来。放点蓝天，对，还有，好好，完美。这多了点，变成向日葵了，朋友。像博物馆一样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著名的画，它都会有名称和作者。那今天的作者就是六位。好的，作者群口相声。群名群口相声，群口相声可以可以，对，哥您签自个儿名啊，把我的群名给暴露了，暴露了，群口相声，好，选择一个位置可以贴在上面，好的，那请大家一起来喊出我们今天做的作品的名字叫什么？换心海航，很舒服啊。我们婆婆爷爷，我们讲的普通话你们听得懂吗？那个我们不讲。
也会讲哦。但是他讲的普通话您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是哦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不用放心，你可以走了。